个样貌。沙拉克星就快要灭亡，加利文他们实要保卫家园，不过他们还未知道原来引发今次事件的这个冒牌大师博士只不过是一只棋子。这个细路究竟想阻挡我几时之心息啊？辛苦晒你啦！你系边个？你嘅工作到此为止，之后嘅嘢由我负责，你好好咁唞下啦。咩话？你究竟想点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你喺度做乜嘢嘅，加利文？唔该你振作啲啦，斯级。冇时间啦，一定要喺地核再产生能量之前破坏牵引佢机械臂啊！点啊？仲要几耐先可以解得开啲密码俾我哋过去新星体啊？博士，好快，俾多五分钟我啦，我一定可以解到密码入去嘅。唔得，要三分钟之内搞掂，明白未？嗰啲伸缩臂有啲唔多妥啊嘛。哦，佢哋嘅动作完全唔协调啊！冇错系啊，但系点解会咁样嘅咧？唔知啊。哇！Zero One， 仲有 BK 嘅。我哋负责搞掂呢度，你哋快啲埋喺地核嗰度啦。不过，快啲啊，加利文，系最后嘅机会嚟噶啦。我知啦，用手啦，见到，知啦。上啊 ，BK Mark Two， 表演你嘅无敌力量啦 ！Zero One， 你都去啦 ，Go。好嘢，得咗啦。咪执输啊 ，BK。麻烦啦。BK！ 咁样对我哋系咪真系有利噶？冇办法唔敢做啊！因为沙拉克星已经危在旦夕，仲有啊，大师博士而家喺新星体度等紧我哋，博士系我哋呢啲机械人嘅创造者嚟噶，行啦，我哋一齐去新天地啦。都差唔多啦，你而家究竟想点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紧乜嘢噶？快啲摆翻好嗰啲抽走咗嘅资料啊！听唔听到啊？我听得好清楚啊，机械大师。如果你有咩遗言嘅，最好趁而家讲。咩话？你讲咩话？真系好笑！要整个全机械嘅星体，想创造理想新世界？乜你真系傻到以为我真系肯帮你咁样做咩？乜？原来你机械大师啊，你系一粒好好使嘅棋子嚟。你照足晒我嘅意思，完成我安排俾你嘅任务，你应该功成身退，最后呢幕由我自己嚟负责得噶啦。点解会咁样噶？好可能系嗰个操控系统仲未稳定。快啲啦！快手啲啦，加利文。
知道啦，咪催我啦，坚多。啊，到啦，哦。啊，咩事啊？点解会咁样嘅？新宿变咩事啊？嗰啲新宿秘全部停晒。点解会咁嘅？不过呢个真系大好机会啊！加利文，快啲完成你要做嘅嘢啦！我知道啦。啊啲主机喺背啊！嗰个地核加速移向新星体啊！佢嘅能量开始急升啦，我哋过咗时限啦！大件事啦！加利文，你哋一个跟住一个，有秩序咁向前移。我再重复，大家唔好停步。你哋一个跟住一个，有秩序咁向前行。大家唔好停步。你哋一个跟住一个，有秩序咁向前行。好欢迎各位机械人来到我这个新星体，现在开始我会为大家搞个盛大的欢迎会，代表人类欢迎你们的人就是我了。地下人类？为什么你们会有人类的？这个不是全机械的星体来的吗？这个新星体和沙拉克星是一样的。你哋真系好蠢，身为机械人居然想排斥人类独自生存，呢个简直就系妄想嚟。喺我呢个星体，根本唔需要你哋啲机械人。你究竟想点啊？唔系啊，冇啊！开火！冇咁啊，快啲停手啊！冇啊，冇咁样啊，冇啊！所有机械人都应该全部消失。冇事啊嘛，加利文。对唔住啊，始终都冇办法阻止到佢啊。失败。黎玉丸，对唔住啊，全靠你部 BK Mark Two 救翻我，但系佢仲有连 Zero Run 都牺牲埋，我始终都系 C 级，冇鬼用噶。加利文啊，你点解冇晒斗志噶？乜你唔知道自己而家上紧电视嘅咩？点可以冇离神器噶？呢个节目仲系现场直播嘅添，而家差唔多全沙拉克星嘅人都睇紧你噶。咁咪即系包括埋我？加利文啊，你唔可以垂头丧气噶，应该俾啲笑容观众睇下噶嘛。牛奶妹喺任何情况都要有笑容，为睇紧你嘅观众带嚟梦想同埋希望。呢啲系做偶像嘅准则啊！不过我根本唔系咩偶像喎。冇错，你唔好驳我嘴得唔得啊？你要学翻平时咁拍我个心口讲，冇问题，我会谂办法搞掂噶啦。同时仲要有翻自信心啊！系啊，要咁先得啊！你明白就好啦，加利文。喂，睇下，点解班机械人会翻翻转头嘅？真系奇啦！咩事啊？真的好恶，这个人类啊！现在请所有沙拉克星的居民听住，你们不用再担心了，因为自称大师博士的邪恶机械人已经被我收拾了。大师博士是机械人？被你收拾了？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恶梦已经结束了，我们人类获得最后胜利，
佢收拾咗机械大师博士。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啊？噩梦已经完咗啦。那个想毁灭沙拉克星的邪恶机械人现在由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人是谁来的？这么熟口面的。啊，是奈姆？为什么会是他的？只因我是这样闪人。沙拉克星，各位市民，自称大师博士的邪恶机械人已经被我莱姆收拾了。我们人类已经得到最后胜利，战胜那些想背叛我们人类、妄想毁灭这个沙拉克星的机械人。不过可惜，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止到沙拉克星灭亡。我们的母亲之星沙拉克星好快就会寿终正寝，所以我哋而家就净系得一条路可以行，就系放弃沙拉克星，即刻移居去啱啱起好嘅星体。冇错，我哋有个新天地可以住，系一个集科技结晶建成嘅希望之星嚟。大家唔好迟疑，即刻放弃沙拉克星，步向呢个美好嘅新世界啦！欢迎光临我嘅莱姆星。只不过我只是欢迎人类进入我的新天地，任何机械人都不可以踏足我这一片星际的乐土，他们不受欢迎。你们看到的，机械人够胆背叛我们，再姑息他们，类似的危机一定会再次出现的。这个人的脑子还想着这些东西，他说话都不负责任的。哎呀，太过分了，怎可以这样做？啊，天使，天使会怎样？加里文，你究竟去哪里？天使还在那个星体的，他留在那里会很危险的。喂，人家已经不睬你的了，人家都不理你了，你还回来做什么？就算要请英雄，都不是这样的。你说得很对，只不过，无论怎样都不可以见死不救的。密码已经解开了，我哋随时都可以过去新白星。系唔该啊，博士。你一样咁心软啊？点算好啊？身为男子汉，就有面对困难嘅胆量。点危险都要去，因为呢一个头号通缉犯而家就喺嗰度咋。一于咁话啦。冇错。啊，我哋行啦。真系啊，讲嘅都唔听啊。真的好了，我的愿望等到今天终于都可以实现了。乜你终于都醒翻了？不过我的星体不需要你这种机械人。被人发现了。韦白莲啊，证明我哋两个是极之不受欢迎的人物嚟嘅。嚟啦，天使走。系。用呢招，只不过呢个星体嘅内内外外都由我掌握晒，你哋呢招唔会支持到几耐。竟然这样对机械人，太过分了。
用咁隆重嘅方式欢迎我哋啊！你哋究竟系咩人？快啲逐个讲出嚟啊！我哋系咩人有咩所谓啊？系你哋嘅领导人话欢迎人类入嚟呢度嘅，但系佢冇话俾机械人入嚟噶嘛？唔好啊！如果你哋肯发誓效忠莱姆大人，我哋先至可以俾你哋入嚟呢个莱姆帝国。只不过如果你哋仲帮住啲机械人，就唔好怪我哋唔客气啦。咩莱姆帝国啊？嚟啦！而家即刻发誓啦！各位观众，你哋听到嘛？真系令人反胃啊！咩新天地，全部都系假噶。嗰个莱姆只不过系想做呢个新星体嘅独裁者。收声！啊！吓！喂啊！好，撤退，撤退先啊！好强嘅震撼力啊！收视率实爆晒灯啊！情况好恶劣啊，队长！再系咁样落去嘅话，我哋实会变成蜜蜂兜噶。我哋而家唯有用爆破呢一招。呢个好主意啊！要爆破呢度啊！爆破？你哋谂乜嘢啊？爆破？系喎，点样啊？谂得好办法啦！其实我一直都喺度谂紧，如果呢个新星体唔再存在嘅，唔知地核会点样咧？有乜点？既然冇咗要去嘅地方，咁我嘅程式就应该会控制佢停低落嚟啊！如果地核停低，咁就可能会有得救嘅。我惊唔会咁易做得到喎。信心唔系咁高，不过喺生死存亡之间，呢个方法都可以试下嘅。咁你咪又点啊？系咁会唔会？我只系咁讲嘅咋？天使佢哋走嚟呢个星体都系因为想咁样做啊！哦。点会？加里文去啦！我哋负责挡住敌人，你就尽快去破坏呢个星体嘅心脏部位，快啲，快啲去啊！见到，我知道啦，喐手啦 ，OK， 知道，嚟噶啦，见到，变身超级电单车，嚟啦嚟啦！小事啫。嚟，我哋入去。好啊。呢个星体系由智者程式所建造嘅，咁构造应该同沙拉克星一样嘅。我早就估到会有咁嘅控制室嘅啦。准备好未啊？呢一个系我哋最后嘅办法嚟，对机械人嚟讲，对人类嚟讲，仲有对我同加里文都系。加里文，我哋永别。冇咁容易嘅。你哋应该知道机械人同人作对会有咁嘅收场噶啦。我，莱姆大人，有外人入侵啊！咩话？嗰个人？我一早都估到你会嚟噶啦。我都想找你报仇，想了很久。发明小子，我一定要尽力救沙拉克星和天使，我一定会成功的。